欢迎大家来到芥末的桌面啊！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把这个来自 MST 的明金配色版本的处女座傻家组装起来吧。首先看一下素体啊，我们可以看到素体依旧是比较紧实，只不过小腿部分稍微有点松。然后我们进行圣衣的拼装，大腿、膝盖、小腿以及金属脚的组装都像之前的普色版本以及 24K 版本一样，组合度非常的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进行手部的组装，在肩部的球形装甲这里啊，需要一点点的技巧。接下来呢，依旧是小臂甲、臂甲还有手型的安装都非常非常的丝滑。芥末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，深色的漆面相对来说容易掉漆，所以说呢，大家可以常备一个深色的马克笔，及时的进行一下补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继续进行组装，下面组装的是腹甲，在这里呢依旧是没有什么问题啊。然后我们来组装裙甲，裙甲正面的塑料零件啊可能会露出黄色的漆面，芥末建议大家这里啊可以用紫色的马克笔稍微的手涂一下，效果会比较好。接下来呢是胸甲以及肩甲的组装，这里呢同样是没有任何的问题啊，公差也非常的小。组装完胸甲和肩甲之后，我们将披风安装上，之后就是头雕的组装了。这里呢我们将脖子直接取下，先安装后发，安装完后发之后是面雕以及整个头盔还有刘海安装在一起就可以了。在这里呢，芥末用上了之前乐创的莲花台以及散发特效键，希望能给大家一个更好的360度展示效果。明金版本的处女座沙加啊属于原创设计，但是真的是很好看，所以说芥末也打算加上已经有了的五位明金，凑齐一个12名黄金圣斗士，应该说还是很期待的。